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们又来到助学时间。今天呢，我们讲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讲一讲天赋的花园。老师的朋友啊，他名字叫明磊啊，姐姐，他会带领我们去游花园。大家要不要去游花园啊？现在我们去不到外面去游花园，但是呢。这个明磊姐姐可以带我们去看，她录下来给我们看各种各样上帝所创造的植物，还有它的特别的特征啊，好不好？我们就预备心，我们来看明磊姐姐介绍这些植物给我们认识，我们就要开始了，大家准备好，我们开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主日学。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明磊老师哦。好，虽然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直接见面，老师可以带你们出来玩，但是今天还是感恩神，可以让我在这里透过 video 来跟你们接触，来跟你们介绍。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逛天赋的花园。好，小朋友们都知道哦，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对不对？那当然，所有的植物也是，所有的草啊、花、树啊，都是神创造的。OK， 那今天老师就要带你们去逛花园，然后要透过各式各样美丽的花朵来跟你们介绍神美好的创造，神很奇妙的创造。那第一个老师要跟你们来介绍可以吃的话，你们有没有吃过牛牙龟？有没有吃过纳西克拉布？还有去泰国餐厅 order 水的时候是蓝色的水。为什么这些食物都是蓝色的呢？这些颜色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那个花来的哦。今天老师要教给你们介绍这个花。噔噔。OK， 这个花叫蝶豆花。它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OK， 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叫花青素，而那个花青素其实吃了对眼睛很好的哦。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吃了牛轧龟，吃了那西格拉布，现在我想要来一点罗加。其实我们在吃罗加的时候，里面也是有一种花的。我们吃罗加那种香香的味道，其实来自罗加花。什么是罗加花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就是罗加花，是不是很美？其实罗加花它也是姜科来的，是我们平时吃的姜，它是姜科，但是罗加我们就是它的花，所以我们知道香香的味道就是来自这个罗加花哦。让我们来看看罗加花的开花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花是已经完全盛开的花，那如果啊要拿来煮，我们要拿来吃的是含苞待放还没有开的花，所以啊你们在巴沙看到卖的花都是这种含苞待放还没有开的花哦。小朋友，我们再去看看有什么花。
好看。哇，你看多么美的花！小朋友们觉得它的花是什么颜色的？啊，什么颜色啊？红色。嗯，我一开始也是以为它是红色，但是你们都被骗了哦。其实这个是会骗人的花，因为大家一看到就觉得它是红色的花，但其实它不是。其实你们来看，你们来近一点看，其实这个红色的，对不对？它是叶子，它不是它的花。真正的花呢是这个小小的，这个是它才是它的花。那其实这个为什么它是，为什么这个花是这样子的呢？其实它很厉害，它是用红色来吸引很多人。看我们也是被吸引过来看，对不对？它是用红色吸引蜜蜂啊，吸引蝴蝶过来这里采它的花蜜。所以但是它的花很小，可能很多蜜蜂蝴蝶飞过都看不到它，所以它就用它红红的叶子来吸引它们过来采花蜜。对，小朋友，所以它是不是很厉害？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还有没有其他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花，会骗人的花？好，这个也是。好，你们来看哦，这个也是。所以其实呢，这两片都是它的叶子，这个小小朵的黄色的才是它的花。所以他们都会用这些大大的叶子来吸引，颜色比较看起来比较多，吸引很多蜜蜂啊蝴蝶过来采它的花蜜。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也是，这个看起来粉红色也是很漂亮，对不对？但这都是它的叶子，所以这个花，哦，这个是花，是这个才是它的花。 OK， 所以它用它的叶子，这个粉红色的叶子吸引蝴蝶蜜蜂来采它的花蜜。这个花也是很小个。现在老师要来考一考你们，猜猜看哪一个是花，你猜对了吗？猜猜看哪一个是花，这个你有猜对吗？小朋友们现在会分辨哪个是真的花了吗？黄色小朵的才是花哦。除了老师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些花，这一个它也是会骗人的花，它叫九重葛，也有人叫它紫花哦。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它开花开得很美，都是粉红色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它的粉红色都是它的叶子，而不是它的花。那它的花在哪里呢？这些才是它的花哦。还有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圣诞红，也有粉红色的哦。所以这些红色粉红色其实都是它的叶子，中间的才是它的花哦，这些中间的才是花。 Hello 小朋友们，你看我找到了一只麦克风。好，其实植物和我们人一样的，我们需要吃东西，植物它也需要吃东西。那植物的食物从哪里来呢？它就是从它的泥土来的。那其实泥土它也是有味道的哦。它的味道怎么分？它的味道其实是从1到14，我们叫 pH 值，就是泥土的酸性还是碱性，就是酸的还是苦的。那泥土如果它在1到14嘛，对不对？如果它在7，就是在中间的时候，它是没有味道的。那小过7，1、2、3、4、5、6，它就是酸的。那大过7呢，8、9、10到14，它都是苦的。那学习时间，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很美的花，它很厉害哦。它如果今天吃到了吃到一点点酸的东西，就是在6的时候。它就是粉红色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它叫绣球花，哎，这个绣球花，刚才我们讲六就是有点酸，对吗？六它吃到六的时候，它就是粉红色。那如果我们要它变成蓝色哦，我们就给它吃多一点酸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它变成蓝色。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变成蓝色呢？就是你要给它更酸的东西。你在浇水的时候啊，你就放一点醋，或者是放一点lemon juice 还是酸柑给它，它就会变成蓝色。
它们就是绣球花。小朋友们，刚才老师说过，如果树木小过七就是酸的，对不对？那其实啊，如果树木越小它就越酸，所以树木在六的时候它就只有一点点的酸，所以它六的时候它是粉红色的。那如果树木变成四，就是更酸的时候，更酸的时候啊，这时候花朵就会越来越深，它的颜色也就变成蓝色了。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变色龙会变颜色，对不对？今天老师要偷偷告诉你们，也有一个花它是会变颜色的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的名字叫做 Yesterday, Today 和 Tomorrow， 就是昨天、今天还有明天的意思。那、啊、为什么叫这三个名字呢？其实啊，这个花在第一天开花的时候它是深紫色的，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浅紫色，它就褪了一点点颜色哦。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白色。OK， 那第四天怎么办？第四天它就掉了，它就没有了，花就谢了。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Kiss me quick， 就是快点亲我，快点亲我的意思。因为啊，它的花只开三天，开完了就没有了。好，现在给你们看从紫色慢慢变成白色的过程。但是哦，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你们真的在路边看到这个花，不要真的去亲它，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点的毒。OK， 你不要等下子看到啊，快点亲我，快点亲我，你去拍，把它踩来亲它，等下你可能会嘴巴肿起来哦。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 Spider-Man？ 你们都有看过 Spider-Man， 对不对？今天我要介绍你们一种花叫做 Spider Lily。 它为什么叫 Spider Lily 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它的花瓣开起来的时候长得很像蜘蛛。那 Lily 是什么？ Lily 就是百合花哦。所以 Spider Lily 就是长得很像蜘蛛的百合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长得什么样子。OK， 它长它长得这样子，它的花瓣开起来就很像蜘蛛的脚。那其实小朋友们，蜘蛛有几只脚啊？八只。对，蜘蛛有八只脚，对不对？那我们来算一下，到底这个蜘蛛百合花它到底有多少个花瓣？我们来算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算一下，好，这里一二三四五六，哦。它原来只有六个花瓣，小朋友，它只有六个花瓣耶，所以它其实跟蜘蛛不一样，因为蜘蛛有八只脚，对不对？所以它只是这样子开起来的时候长得很像蜘蛛 ，OK， 所以它就叫蜘蛛百合花。但其实它只有几个花瓣，对，它只有六个花瓣，不要搞错哦。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长得像蜘蛛吗？朋友，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天赋花园就逛到这里。OK， 那今天我介绍了这么多，小朋友，你们最喜欢哪一种花？是可以吃的，还是会变颜色的，还是长得像蜘蛛的？好，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透过这些花朵，我们都知道其实上帝的创造是很奇妙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希望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花园过后，你们可以多看看身边的花草树木，然后我们也感恩神创造这么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植物给我们。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在地上捡到的花，
但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然后转一圈，OK， 把它推。小朋友们，好玩吗？明蕾姐姐带领着我们看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植物，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们也可以从上帝天父所创造的植物当中，我们认识上帝是谁，上帝的特征是什么，他的性格是怎样的。同样，他怎样照顾植物，他也一样的照顾我们。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游花园当中我们学到什么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天父是一位很贴心的设计师。怎么说贴心呢？贴心就是会看到那个植物的需要，他特别为他设计一些东西就比如说花朵很小不特殊如果它不特殊的话，那蜜蜂蝴蝶就会来采花蜜那可能它就不能够繁殖了。但是上帝看到这小花朵的就是不特殊的话他就特别设计他这个花朵旁边的叶子拥有美丽鲜艳的颜色。这样子呢那些蜜蜂啊蝴蝶啊甚至人我们看到这样美丽的叶子，我们也被吸引去到花朵那边所以那些蜜蜂就可以把它的花粉撒去其他地方，它就可以繁殖了。所以你看上帝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他也是个很贴心，很注意到这小花朵的需要，特别设计一些东西给他所以好像这些紫花就我们也是叫它叫九重葛，还有 这旁边这个红色的，老师也非常喜欢这种很美丽的花朵它是白色的，它的旁边的叶子是红色的很特别所以同样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创造你，创造我，上帝也是特别精心贴心的设计，他知道每个人的强处和弱点所以他当我们 这部分 不是很完美的时候，上帝有造其他的部分是比较我们是比较强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很会运动那个是你的强处，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他不会这么不会很厉害运动，但是他 很会做手工或者有些人很会弹琴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给你们独特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能力才干恩赐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会贴心的给我们特别的东西还有呢，第二我们可以从天父花园当中学到的是，天父是位很有创意的设计师，他很有 creativity 他喜欢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些花朵包括人动物活出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生命的色彩就比如说这个绣球花，它在一个 pH 6，就是酸性大概平均不会太酸的环境之下的泥土里面它就可以吸纳这些酸度，然后它生长出来的花是水红色的。那如果这个绣球花生长在的土壤它所吸的那些土壤里面的那个营养是很酸性的，就好像 pH 值4的这个酸度它就会变成颜色改变了它就变成蓝色所以很特别，你看同样是绣球花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上帝设计我们都是每一个都不一样，我们也可以按照上帝设计给我们的恩赐才干，给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出不同的生命来，不同的方向。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以后要做老师，有些小朋友以后要做医生，有些小朋友做很设计，特别做设计师做绘图的或者说做 电脑程序员等等这些上帝给我们上帝喜欢看到我们使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
才看我们的努力去活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各种各样精彩的生活来，就好像是花朵可以活出它美丽灿烂的生出这美丽灿烂的花朵一样啊。但所以小朋友记得，他喜欢看到我们发挥他所给我们的东西，让他发挥得更好啊。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所设计的每一样东西，不管大不管小，美或者丑 ，OK， 都很有用处的，都有用处的哈。就好像蝶豆花，我们可以用蝶豆花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糕点，还有包括那些可拉布那个饭呢、啊，变蓝色变紫色，好鲜艳啊！老师很喜欢吃那些可拉布哈。所以上帝所设计的东西都是特别有用，他不会随便设计一个东西是 设计东西是没有用的啊，上帝所设计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啊。就比如老师讲的蝶豆花哈，还有旁边的姜花，我们是用来做拉萨的，那个拉萨汤特别香味啊，它不会太辣，还有它的姜香味哈，非常的好吃哈。所以同样的，上帝设计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活出灿烂生命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用的人啊。他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什么叫有用的人？就是可以活出爱神爱人的人生命啊，能够去在教会里面服侍，同样也能在社会里面工作的时候帮助其他人啊，给别人带来幸福，带来好处啊，带来帮助啊，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哈。所以上帝设计花朵的时候，他已经想了啊，他可以这些花朵是很有用途的。同样的，上帝给我们，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上帝也是啊，在我们生命当中设计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才干恩赐，用我们的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努力去祝福很多的人啊。小朋友，我们继续要有梦想，我们继续要寻找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功能，这样子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啊，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老师总结一下，我们可以从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中认识上帝的智慧。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更认识自己，因为上帝设计了特别的东西给我们啊，我们可以拿来用，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活出来啊。圣经当中也特别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特别的属性和特征啊。我们来念和背这些经文，是从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老师先念一次给大家听，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我们看不到上帝，但借着所造之物，比如说花朵啊、人啊等等，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OK， 好看，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不能说哦，我没有看到上帝，我不认识上帝。其实我们可以从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认识看到上帝的影子，敬畏这个创造的上帝，我们叫他天父。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好，老师就以祷告做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低头插上双手，我们来祷告感谢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从大自然当中看到你的特征，看到你的智慧和你的设计啊。从这个花朵当中，我们看到你花尽心思去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同样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也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虽然小，但是主你都给我们足够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挥，让我们可以成为过一个灿烂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过一个活出一个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所以上帝你给我们时常敬畏你的心，那我们依靠你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主要感谢你今天从天父的花园里面的植物，让我们认识你，还有认识我们自己，继续带领着我们
我们生活，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我们所心里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向你交托，因为主你必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 Daniel 老师，所以今天我来教你们做手工啦。所以今天的手工是我们如何做一个玫瑰花，你知道玫瑰花 origami 来的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是很多粒，都应该有700多粒吧。这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半年做出来的东西，很久很久以前，所以。今天我来教你们如何做。首先呢，我建议你们先从大张纸的开始做，还慢慢去到小张的纸。就这个是我们以前玫瑰花我们做的那种纸，就这样大而已。可是今天因为为了教你们，所以我就用一个大一点的纸，容易 for 新手会比较容易学得上来，因为也比较容易。所以现在我们话不啰嗦，直接去我们的手工桌吧。来啊，所以已经到了我们的手工桌啦。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拿一张 A4 纸，我们因为我们要正方形，所以很正常的，每个人应该都会折这个三角形吧，就是你要对折好好的，很简单。这样子折，我要 OK， 这样折一个三角形，折一定要平啊，这三角形，这个不要挤，做 origami 不可以挤的呢。OK， 就那折一个三角形，然后有剪刀就用剪刀，有尺就用尺，都行。就用尺撕，要撕到平平啊，不要撕到坏掉，那你就浪费东西了。你们可以用那些废纸啊来慢慢用。我那时候我学这个 origami， 我学了大概3到4个礼拜，我还学会。我以前也折都折不美 ，OK， 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先对折一半。你总之你折出来的时候啊，它出来的时候的全部条形1、2、3、4、5、6、7、8是一样的大小的，你就对了。OK， 然后我们这一边也是一样。怎么样做？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对折，这是我们要做斜斜的 ，OK， 所以这斜斜的就会比较久一点。所以你看、啊，这边折进来，你就对折一条中间线，是不是？你这边折进来一个、两个，哎，老师的线画的不是很直，它应该是 by right 是没有刚刚好，那个线是那个边界，老师的线没有画到很直，所以就不会这样看。你老师也是不是很会把那个很弄得很好看，所以老师还是习惯用尺。就你就一格一格的跟着去做，就好每一格你都那个胶这尖尖啊，动到了每一格这边，然后你要做，可以动到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子，你每个线都是大概是这样子。OK， 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去开始做它的资料。OK， 首先你这边这个角，你跟着这一个，你看到这一条线吗？就这条线你折进去这样子，然后你折出来，用第二条线这边折出来这样子，然后你就看你后面其实是平行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折进来折出去，折进来折出去，折进来折出去。哎，那条线吗？那就折，跟这条线折，那就放进来，然后就把它连成啊，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每一个四个角都是这样子，是不是？然后你这边折这一条线，你看到吗？这一个就是这个角落的这个，这个你跟着它的那个线的痕迹一样的折，然后你就折进来，就这样子了。过后你就这一条线你折进来，然后你就往这边改过去，就变成这样子。然后你每一个都是一样，这样子折进来，然后这边这样子，这边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样，这样子折，这样子折，然后，哎呦，我是折不上，这样子折，这也是一样，这样子折，这样子折，这样子折 ，OK， 所以这边好了过后。现在我们到外面去 ，OK， 这个比较难了啊。所以你看这一个，你这边折过来这边试试，你看到这一个东西吗？这一条线，就是，就是你这边折进来的这一颗锯旁边这条线，你折，折给它凸出来，然后你，在你这一个你隔壁的那一个，你这样子也是一样折进来，这样子折，变成这样子，然后折进来。还要做 ，OK， 这样子折进来，其他四边也是一样的，所以老师重新做一下，这样子折，这边再夹进来，然后这边有一条线，你跟着它一样夹进来，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折进去，这边会比较难，以前老师也是这边每次做错的，然后也是一样，这边也是一样，这样折，夹进来，这边折，夹。然后夹进来，折对。我都问这个这些专用的名词叫什么？你看那种 origami 那些 video tutorial 啊 ，YouTube 啊，现在 YouTube 很发达吗？你看啊，我都不懂那些名字叫什么。哎呦，这个你，哎呀 ，CG， 都太大力了，肯定是。OK， 就大概就是这个老师抓不好，原来 OK， 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好了，试试，就大概有那个形状了。然后我们就拿一个出来。这样子你看啊，你算一条线到一条线，二三这边这个三这边你跟着它走，你掉它出来这样子，然后再走，你看啊，一二三那边是一二，然后这边三角形这边然后你掉进来 OK， 然后你这样子掉住，这个也是一样，三个格没有折，这个它会一定松了，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把它收起来，就是收进去里面，跟这边也是一样，这边也是一样，我老是讲麻痹了，哇，好痛，这边也是一样，掉，那是掉进来，你只要你第一次你掉那个掉好了过后后面的哦。它通常已经是夹好好了，所以你只要等它整理整理一下，夹好好啊，可以就变成这样子。然后过后，因为大个的会比较难 control 一点，小个的会比较好 control。OK， 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折这边这条线，你折进去，然后你这个线折进去，这个线也是折进去。这边也是走进去，这边塞进去 ，OK， 就跟着它，你那种夹夹，你如果要正方形一点的话，就是夹夹，就是推推推，这样子夹夹它，可以走进去哦。过你就这边，你看这边吗？过你这边，你就夹起那四个角，要夹起来，然后这边给它，这边是平的，然
后你就这样转。老师太阳眼，老师破，哎呦破了破了，没有关系，哎呦破一点点，因为大概的会比较难转，它会容易破。OK， 还有大概就这样子，就一个玫瑰花啦。然后你就这样子啊，然后就这样子完成了啦。所以今天的手工课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